要把它浸泡在血泊中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吃了三个大鸡腿，还不错。邻居给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很久没有吃这种鸡腿。在啃噬着我。全军出击！我是什么？我是害虫。为害虫准备的陷阱。我已经打赢多少场战斗了？上单蛮子。哎呦我操，我单骑歪了，差他妈一下，我受不了了，这太难受了。那关羽怎么回事？目中无人呐、啊！又一具尸体。你没加速跑过去，我先用技能，不是会掉血吗？怎么样？我这曹植出了什么代价？垂死之人的喧闹。我为什么啥都感觉不到？你这是曹昂。好好好好，差不多吧。在我杀你之前，把它递给我。诺克萨斯，那是什么蛮人？懦夫。那联盟里边张飞是谁？有没有人出张飞皮肤的？没有，不出张飞皮肤不太行。还敢回来，我他妈给你一刀。
蝶了。透了血液，粉碎吧！就这样而已嘛，你是我的了。再追呀！我会回来的。如果他坏了，你就会跟他一样。我需要那把，我们吃散路。滴滴。发车来车，忘掉被杀者的面容吧。杀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他妈给你一刀！你什么意思？大虫子什么意思？没有带来痛苦。走这么快，武术还呀？动在哪里？震动，然后死吧！哎，你太爆炸了！战利品，没有。疼痛，没有感觉，赶回饥饿。先吃上路，吃完上路吃中路，吃完中路吃下路。峡谷先锋呢？我操，让虫子打了！我要把你溺死在你的血泊中！哎呀！嗯？我将在你的骨头上磨我的斧子。
那我只有不活了。亚索去上路非常好，只有懦夫才会害怕死亡，有懦夫才会害怕死亡。在行军，就到了吗？你打得过我呀？一会儿没了，一会儿塔皮掉了。两分钟之内把中路塔推了，然后一分钟把下路塔推了。冲啊！你是不是有毛病啊？赶紧的去死吧！人的喧闹，大肆不会容忍我。完了，疯了！快救救！快救救！胜利浸透了血液。哎，麻烦。怎么这大虫子住中路了？喜欢住中路，饥饿在侵蚀着。这把必输，你说的，请问你是？大战的律动在哪里？你是不是有毛病？拔死了！
有机会了。四尊无裂的大地可居停。给我了吧！这些生命没有带来痛苦。点到为止，这没被吃，他没有吃了，刚吃完小兵。这寒冰啥意思啊？还有这皎月啊？咋的这样？粉碎吧！我跳！哎！我跳弹给你打，给你插个眼儿。哎呀，没插出来。完了，跟亚索打的欢乐呀！我们是拆中还是拆下呢？这是一个问题。拆下吧。是胜利之酒。哎呀！shit。但是好像狙不死，这就是所谓的战争。Shut down， 在啃噬着我。我发车了，管你。不躲是吧？不躲是吧？该我了吧？不活了？那是不可能的，哪能不活了吗？溜了。没冰杖！哎！减速！救！哎，救！
石凡人那是火蓝的，他哗哗一顿减速啊。什么？给你一下。还不如不活了，不活了也没用啊，有什么用？拆不掉。我要跟那个丸子去打一打了，我们去把上路二塔给他拆了。你也是害虫啊！哎呀，理你！血剑四方，你谁更害啊？看看咱俩谁更害谁。出红去了。那这二塔不没了吗？听到了尖叫，更多敌人。这老天爷的，还放灯？好，我这波不用放闪现，不用放大。给我找个敌人。这么多人。全来了，连地面也震颤了。我不活了！哦。忘记刹车了，开大雾气双打是吧？好，很久最后一路，其实也不是最后一路，我们直接可以去拆门牙。也行，他们其他人在中，我去上路，瞒着自己玩下，瞒着自己搁下路玩，让他挺好。上路最多杀，我他妈我就是杀你杀少了，我一看这火男啊，我去，去想扣我，那能让你扣死吗？我们的战斗将会盖过他们的尖叫。好勾，一他。
快守我，守我，守我，守我啊！我直接迂回。我不活了。超级兵，看你的了。好。我加点印象，这是巫术合计，可以对防御塔造成真实伤害25点。法服要偷家的呀，还是要偷人？要打大龙吗？发车了！怪兽，什么用？这有什么？这有什么？这有什么用？我身上的每一道伤口都是我拆下的一座防御塔。